喂，干嘛？阿周只是看看你在做什么而已啊。你捞得到吗？怎么了，弟弟？喂，阿周。阿周怎么了？阿周不知道这里有鱼诶，他不知道这里有鱼哦。捞不到，这鱼太快了，对不对？都找不到。我就要树叶来用。那你以前怎么抓泥鳅的？泥鳅跑更快。好了好了，不要抓了，不要抓了，吃饭吧，好不好？